好香啊！必须的。要到白饭，白碗吃饭了。是，那碗有饭，放进来。没有白海椒，挺少的。海椒真漂亮。今天走我们清风来，就是今年子我们卖藤的这个子里来整两根这个好点的荔枝树花给栽进，过两年就有荔枝树吃。这个品种比今年子卖的那个品种还要好吃的多，跟人巴适的很。今年子他们卖的话，就是小棍小棍的都要卖500块钱个，因为关键是好吃。那种一般正常可能就卖10块钱斤了。你整了几根嘛？当时就三个石头。就30块钱。不，因为我们那盖就该搬到这个程度。这个拿掉还给剪好。搬到这个程度。他这等到这个搬进去，你朝那边搬，四方搬。是嘛？只要交警可以看好，那个剪咋剪？你看嘛，方向最好就搬掉了，那啥？你说嘛？搬过去我再剪了。细嫩得很了，那个肉。这把是这个拿给他。那个肉细嫩得不得了，简直我吃了一个。一毛都等不起了。是啊，是我吃过都晒烂半天了。烂有点很喽，他那个外边好像有。看起来就是老荔枝，他做荔枝当真安逸，但是如果是拿花去摘起都有资格摘起弄好吃的话就安逸。我们搞点冷的，搞吧。就刚刚说荔枝老子有了，我煮的做的就弄好吃。这就是长树子，搿儿不结荔枝，搿结几个都不长起。他结就在最终该结的。对。就在最终该结的，最终是不结结的。哎，这个我弄点花去爬，还是弄点布，不敢带起来。那这一会儿就不干了。可能不带了。不干。他把这个根子给剪了。这个要修枝的，不修枝，你再栽起，起反作用。这个剪了。我弄点菜出来，赶快弄我底下，嘎。暂时不能，你不敢整了。明年子你。暂时就是白土栽就是。啊，明年子不敢用了。明年子你不要工作。最好是猪粪，挑干倒一倒。直接就挑点那粪给倒就是。那以后就是那个底下草皮子或者就是你把它挖软覆起，覆过农村的嘛，就覆过农村，你给它覆过堆一堆，你给它就摘那个，我就摘那个就行。这东西还是多大的学问了，等于那种新条条全部给剪出来了，全部剪，它没得花苞的。这是结，开始结的土了，活了，可以踩到泥土去。重新结果。不管呀，去农过出去。少少这里，农过出去，农过出去，你应该是要岁数比我大。也大的，我70岁了吧？我50岁。哦。多谢了，先生呀。这黑了黑了，我说怕明天摘哦。明天摘吧，黑了黑了，老子要得，走路了嘛就。啊。你还要整枯草些。哦。走路走。少得苦喽。大边的烂枯草哪儿装了？我安逸得很。走，我回家去喽。要走。他妈回去有讲究啊！那排骨嘛，我也吃了嘛。你还在占地是？你还？哦。你绿枯草哪里？是啊，这个。排骨和土豆。
的。吃饭了。是，那碗有饭。饭在哪？现在老板开始喽。爸爸，我想吃一颗豆豉。想吃豆豉吗？想吃豆豉吗？来吧。经常想吃豆豉，开吃了、哦，太太开吃了。你们把它叫清扫的，孩子真怕难。这个鱼都好吃，这个是叔叔跟阿姨送的。筷子不去也去喊的哈。要了你可以吃一点点这个猪蹄。可以。要看一下。这条鱼子你吃的不？吃的熟。多吃点。我也没好挑食。不要这个蒸来吃，不得上火。妈。哎，整到这种做活，你看，哎，不粘，哎，这加了皮哦，你啊，你吃过了，吃过了，笨了，哎，下一条才笨了，嗯，你这排骨了，煎过的，香的，干嘛？好。